知名漫画周刊少年 Jump 为纪念50周年的到来，推出了手机游戏《周刊少年 Jump 我的收藏集》，其中收录包含从1960年代创刊至今连载过的经典漫画，并且从中精心挑选出许多知名场景，让玩家重温当年的经典回忆。游戏玩法和一般卡牌游戏相似，收集并培养自己喜爱的漫画角色，而战斗方式彩蛋自动，玩家只需要等待技能 CD 结束之后，看准时机释放技能，即可轻松完成战斗。游戏当中有不少地方采用会动的漫画来呈现，让玩家一边玩游戏一边回顾这些角色在漫画中的样子，像是战斗中敌我双方的攻击与必杀技，还有漫画中曾经出现过的经典场景卡片，是不是觉得新奇又怀念呢？喜爱周刊少年 Jump 的玩家可千万别错过这款集50年大成的经典游戏哦。